进入沙漠了，找个广告牌休息休息，实在是太热了。我在车里开空调，都感觉有点热，有点晒。哎，喀山自然保护区这边，下了吗？下了，睡的，初六就睡，上来就睡觉。我刚刚消失了，刚我一回头没了，就剩一只了，那是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可能钻这里边去了吧。我还以为刚刚过那个安检站的时候窗户开着的跑下去了呢。这一天这边了，让他们坐会儿吧，太热了。福六呢？我这是从可可托海出来，300多公里了已经。那现在还没吃早饭跟晚饭都没吃，喝点八宝粥吧。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感觉初六不能吃，他那一吃，他一上车肯定还得吐。到点，初六。你别吃啊！初六是一点不吃。广告牌应该没问题，倒不了。只能拿八宝粥充饥了。我也不想做饭，太热了，实在是。找个避阴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广告牌了。实在是太热了，一会儿到国道上找个地方露营吧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昨天晚上确实没睡好，昨天晚上在可可托海晚上下雨下的老大了。嗯哼，说我不吃是吧？晚上做个蛋炒饭吧。昨天蒸的米饭，昨天蒸完米饭吃完饭，估计得11点了，也没吃多少，匆匆就睡去了。还剩好多米饭了，蛋炒饭吧。我不能吃了，喝点水吧，喝点。